你看他背影啊，对，皇上走了，走所以他没要走。皇上他早就走了嘛。对，咱们看一档吧。对呀、啊，咱们要不看一档？对，我这几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，天了，我太开心拍这个古装了，就是因为我就是每天我摘头套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瘦了很多。我早上去哪儿都没有。拍一张行吗？可以可以，你拍吧。拍龙行吧。我俩演的是一部剧啊，我演小倩，他演。哎，老师去上面垫子吧，我很烦。一撇一下。他演小倩，我演大倩。大倩，你很。然后我们在这放四张吧。哪里大了？花钱？都大，我房间很大。嗯。你点外卖了吗？我点了呀。我又点了这叉烧饭，我觉得可好吃了。我真的，我觉得那个也还可以，但是我就是觉得肉太少了。那是你。我那不是直的，我是真放，自己长成这样的。对，他是往上推的，因为他头发已经长到眉毛那儿来了，他就往上刮了一下。对。我再不刮的话，都长到鼻孔了。没吃午饭，没吃午饭。我就是在斟酌，我看吃什么。加班一点水。吃饭。一点半。今天吃的我吃汉堡吧，要不。多少？超级巨人双层牛肉堡。我花钱再玩一场。对呀、啊，我前天昨天好了一天，然后如果是光头，头发能粘上吗？我就是光头，我没头发。聆听纯牛肉。我决定了，我吃汉堡吧。那很简单。对，就一直。老师，咱们几点交装啊？一点半。一点半。嗯。去到那边，我们吃个饭。两点、三点、两三点开。夜猫，那我这个外卖到不了啊，那交给你了，米其林。交给我什么呀？你现在去厕所。我去厕所。你再蹲个20分钟出来换。然后我要把东西给你吃。这就是你的外卖。我不会吃你的那个的，我吃汉堡。可以吧？夹层的，而且我吃俩。那个有没有芝士？有芝士，而且还带酱。那就行。这炸鸡吃的，午安。我看你们做的七夕四瓶了。牙怎么样了？哎，今天。就是我那牙怎么样了？就昨天开玩笑说的，我说你给了我郭坚摔，我牙好着呢。他以为我牙摔掉了。真有人问啊！我真的，这有粉丝说我牙摔掉了。我开玩笑的。太棒了，你的粉丝这个。没有安全的呢，安全的呢。关心你啊，就是说。那当然，男的是可好了。粉丝很爱你。不会不会，牙齿摔掉了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在网上卖惨。我是这种不争这波流量的人吗？牙都摔掉了，我立马开个直播。我天，我哭着在那说我牙摔掉了。那你能不要说是我昨天摔你的，到时候被网爆了。那肯定不会啊。这现场拍戏有脾气很，能理解吗？动不动就过肩摔一下子。真的，我哪次不是？就是我，只要我受伤，我就会去网络卖惨。我就提前把那个催泪棒准备好，给脸上涂上个8圈，然后就开始在网络上哭。
骑小牛腿。在化妆间，见小宝贝哭哭。看到男子截图说看着像牙真掉了，我是牙缝又变大了吧？没塞东西吧？没塞骨，牙缝里没东西就行。我等一下牙缝得补一下。我觉得你说话太伤我的心了。不是你下次留着，现场要是我饿了怎么办？牙缝掏东西吃。我的天哪，太拉扯了！我想看一下那张图片，我牙缝有多宽。但我眉毛真的没加宽，我给你们拔一下，你看它，这是我没加宽，它妆都好了吗？这是我真的眉毛，它不是画的，这中间我就是眉头跟眉尾那个尖尖补出来了，因为古装它要那种，就是那种撒气，它就把眉毛给画尖了。撒气啊？对，它要撒气。骚气呢？那是这种东西就是自带的吗？是骚的五爷了吗？就太骚了，欲擒故纵的骚。我也感觉是怎么样？我也感觉很刺激。嗯。但是我是不是欲擒故纵？申请六你还没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那是大马来的吗？你现在太多了。好，真的呀，就是人牙有点大。我们的武功谁厉害？他厉害，我天天被他打得不行，吐血。天哪，我就是给天天在他面前给他打一套咏春。哦，然后就吐血了。哦，我以为飞来飞去的感觉很好，而是，但是其实挺那个的，其实是新的体验，就是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的体验。很刺激也很好玩，然后每天摘发条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瘦了个十斤，但是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每天一摘那个发条的时候，就看到面颊凹陷自己可好看了，就是有那种高级轮廓感了，汗都已经出来了，真的。然后回去又喝一大瓶水，第二天又长回来。谢谢，真的。那你得跟导演说你要多吊威亚，要多上去。对呀、啊，我今天一走去现场，我就说威亚已经给我穿上，我要吊在，我在空中。没错，你太狠了。我去休，我就那个，我那个就休息室我都不会去，我就在空中休息。吊在上面。我就是那人间的一道光。你就是我的神。嗯。喝霸王茶，其实我点了，但是等会儿再说吧。太瘦了也不好，没有太瘦，我也瘦不下去。它就是脱水了，然后我就回去喝那个。那飞那么高的时候，就是不往地上一直直愣愣的看着，其实还好。嗯，而且有时候是半夜的，那半夜你都看不到，就是感觉下面。看不咋清楚。这现在需要哪？怎么会古装呢？这个发型怎么会好看？刷屏别给他请出去吧，是踢出去吧、啊、能被踢出去也是他的荣幸。对呀、啊、另外是谁？别在我直播间给我整些有的没的。刷屏无聊不无聊？我会在意你那些搞笑呀？谁？我帮你怼他。我连他名我都记不到了，那网名。我也不敢说，我来怼。我主要是看粉丝帮我维护，挺辛苦的。我自己真的不在意，就刷屏。真的不敢说，我来怼。我啥都敢说。拍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古装，我当时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，我就说想方设法要定下来。对，
然后他看第一场就就说要定我，然后我说我是出品吗？我真的感到很荣幸。没有，我觉得能跟何老师一起拍戏也很荣幸，很幸运。落花红军有二吗？不知道啊，有，但是他本还没写完呢，还在写。然后到时候年底吧，可能约时间。对呀、啊，在场后面了。我俩在现场也唱说相声。终于有人说你会说相声。说相声？没有，不会。我俩这叫欲擒故纵。没有，我想的是我在现场有那个，因为他们有侵蚀，我现在点来不及了，一点半就交妆了。打不连线，他就不跟我连。我没说。你说了，你跟我聊。你没说。我也觉得这眉毛好看，这眉毛就是一个很艺术的感觉，有那种很高级的毛流感。老师你们画的毛流感？对，就是很画的，就是每一根我觉得它都是有内容的，每一根都有戏。对，它每一根都有戏。我好喜欢两个眉毛，真的，我这个戏拍完我去纹一个，就是把这个眉头这儿和眉尖尖给它纹出来。你看看得出来，其实近距离看你就看得出来它其实是画的。你现在给他纹一个吧。我现在咋纹啊？哎，我拿根砖。但纹了眉毛之后，以后万一哪部戏我需要就是不长眉毛的那种怎么办？就遮了是吧？哎，可以哈，这样我也省得早上画眉毛。那我拆的时候就没有。真的可好看了，这眉毛画的。但这中间这个真的是真的眉毛，我没有把它故意说加宽。我想把它弄窄一点呢，还。现在拍了花了，现在拍与浩明差不多，不辛苦。不，你那个那天他居然敢说不辛苦，好辛苦。那个，我觉得真的很假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真的，你就是都是有时在直播间，你不要都是说的自己有好辛苦。下一下车就开始，我靠，不行了。然后他竟然不辛苦，我没有说过我不行了，我说我可行了。我说老师能不能再拍我三小时？哦，我那应该是我听错了。你幻听了，你肯定是太疲惫了。是的，我可能太热了。人是要立住，对，我就是立的那种不辛苦的人设。那我立什么人设？你就是你立一个辛苦人设。我好累啊，我靠，这拍戏太难了，太累了，受不了。不敌，我要求就是刚才拿着卡尺就是粘在那儿的。我说重庆话，我不会说。天板，你这句话说出来搞得好像我现在就是没有在跟大家聊天一样，很奇怪。还休个假，会休息几天。对，就没话会。嗯，六六能听懂广东话吗？他当然能听懂啊。你上次说的什么鬼？没晒黑。我是这次就是每次妆前我都涂了很厚一层防晒。对，跟他一起出工。今天没有那个叫什么打戏了。今天好像没有武戏了哈。没有。今天都没有武戏了。我有射戏。啊，有拉弓射箭的。对对对对。那叫箭戏还是射戏啊？拉弓戏。勉强炫小五。这连麦连不了，他不跟我连。连了我俩会穿音儿的，我们俩隔得太近了。
他会一直那个叽叽喳喳的叫那个啊那个。你把麦关了呗，有一个其实，但是那声音小了。你说你刚才那个是我就是在以前我在高铁站上班，然后那个申老师发现了，然后就问我要不要过来演戏。对，给他签，给你签下来。发现，然后就让我过来。然后我就拍了我现在人生第一部戏。有没有拍素材？这两天有拍素材，但我想就是临近上线的时候再发。就他就是我的恩人，他就是我的神，是我的神。要不要说我这个主办？剧上有点慢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上这么慢，但是最近好像也要上的。在哪？今天是不是批发了？今天我每天都是批发呀。我只是把它绑起来了，到现场再解。嗯，我每天都是批发，只是绑起来了。我跟女孩子是谁？对，我也觉得我今天脸比脖子白，我脸上涂的有点